变换带的是飞轮，自保三个。调香师不带一个搏命吗？全部自保。三飞轮带一个，知道你抓人能力很强啊。那倒也可以啊，我本来以为调香师会，因为调香师不太会进红蝶的视野的，哪个红蝶闲着没事干去追个红追个调香师啊？所以调香师不是对吧？就怎么地？跟着调香师。稳到极致的丧心病狂，这叫做稳到极致的丧心。我平常都这么去形容这些。但是这把求者要争一个三跑，他们一个搏命够吗？我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三 D 画面，我的天！这个刷点好高级啊！哎呀，这是红蝶最远的那个刷点啊！哎，这边已经走到那个独栋了，佣兵。结果是个佣兵，抓佣兵他没赢面的，但是想保平嘛，好像先骗个技能不过分吧？没骗到。哎，马哥这把开局，我觉得他完全可以。飞一下他，然后逼他个护腕再去找下一个，你 CD 不亏的呀，你反正你找下一个你 CD 也不用，对，你这个飞就当赶路用。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种渣男思路。这马哥怎么感觉这一刀出的又是什么个问题呢？这个开局不太有利呀、啊，我觉得这把开局马哥这个时间，当然就你要奔着保平去的话，我觉得还行啊。就真胜，我感觉他已经这里这一刀有没有飞轮？哇！哎呦，打到这个蓄力刀牛皮，这个蓄力刀牛皮，对对对，预判了，相当于预判了他那个飞轮。那这样的话，好像闪现省下来了。哇，这直接两刀闪现不用交，稳了呀！刚才哪个菜逼解说在说马哥这开局不好的？真他妈菜！说完两个蓄力刀直接抬走。这里其实反而说明求生者对于他这个出刀怎么说呢？可能怕他，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轻刀出刀可能不太好反应过来，所以就看他一抬手就直接哎，这个恐惧。三杀了吗？但是他其实这边的话，哇，这边看鸡鸡的队员直接开始庆祝了，我的天哪！但是你觉不觉得飞回去这波挂飞回去还能守挂这个病患其实没有道理，我觉得可以不挂这个病患的，摊一波也没关系，他不影响他这里飞回来，不太影响他那个手势。不影响手势是对的，就从结果上看不影响。但是这个病患你如果躺在地上面，是不是自起或者摸起来花的时间会更久？还好还好，佣兵会去修那个墓地的机子，然后让那边自愈，然后自愈差不多，然后摸一下。但结果上来讲，这个局求生者要三跑，好像有飞轮有的调香师这波操作倒挺漂亮的，不太可能，已经不太可能三跑了。这边不让红蝶三杀都已经谢天谢地了。说实话呢，作为一个经常看比赛的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这把红蝶他赢不了，很难赢。就他刚才如果说来两斤车厘子，我觉得他三杀。两斤车厘子，好，我接了。对，游戏居然 double 了一下，那这个白请我吃车厘子，我觉得还是要的啊。哎，又一刀恐惧，没必要给吧？这个恐惧，这个无所谓了。这边我上挂飞的这个。困中学者还得玩个板子呢呀，对，这机子其实是够的，这机子真的是够的。马哥这把要飞一下吗？瓦飞轮可以啊，其实他们这边的操作蝴蝶牵制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那个震慑确实出现问题。 nice， 飞了第三个震慑了。他没有底牌吧？对，他没有带底牌的，他可以不管这个调香。他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瞬间去把这边的那个半血病患给秒了，调香交自己，调香交自己也不用管他，对，他不能管调香，他管调香这把就三人开门战了，因为这边没有电击，对完全可以放着他。我觉得这个调香交自己就是骗你来抓，那他没三杀了呀？是的呀，我刚跟你说了呀，两斤车厘子，谢谢游戏大佬呀。这个完全他没想法呀，他就保个平局，虽然他保个平局就赢了是吧？所以他就我的梦想了，哎呀，没考虑到这一点。
哎，就是就他就算有梦想，其实这个局当时那波我感觉也不太……哎，我总是把两边都想得很厉害，两边是很厉害，但是就因为对两边都厉害，所以当时那个局面我觉得并不是压倒式的一个局面。哎，游戏还是太年轻啊，对不对？还是没有你身经百战，哎，老谋深算，把一切都给算到了。就这种局看似有优势，但是你的优势不是压倒的，我觉得慢慢的能打回来。我觉得他优势是压倒的呀，但是他没有按压倒的那样去贪，他没有想去贪三杀的想法。这倒也对，对对对，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说他会不知道放这个调箱不管，然后这边没有电机吗？他知道呀，但是他可能就想着就只想求稳。对，我保个屏，我赢了，我下一把了。对，万一我抓你个病患什么的，这边偷下来了。哎，不过没有搏命，他有闪现，有搏命门也开不了嘛。有搏命可能还会送个紫砂来着。看一看，我觉得他可以打佣兵啊，可以打一刀佣兵啊。打佣兵是不是三杀就有了？不好说吧，马哥压根他脑子里面压根没有这四个东西，好吧？哎，打佣兵，打佣兵一刀，然后飞过去再打一刀，然后再飞，有没有机会？他哎，等会儿求生者有想法呀，但求生者没办法呀，求生者平局就输了呀。小马哥没想法。小马哥没想法，但是求生者能助他有想法，对不对？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可能，但是挽留快要结束了，一旦挽留结束，不会吧？不会有三跑吧？三跑我觉得不太可能，没搏命啊！完了，那边点门，完那边点门没搏命，挽留快结束了，挽留没了，嗯，算得很好，能否恐惧？哎哇，这刀看得好像好像恐惧。扛刀闪现好，哇，他 A 闪吗？对，哎，我还能再留一个，哎，等会儿不会他们还要强迫，不会，留不了，留不了，车厘子呱呱叫，哎，车幽闭没有车祸，哎，他为什么不贪一刀病患的？病患也手上有钩子，他平就可以了呀，他的任务是平，马哥这个严格，他难摸呀，严格按照任务来执行，哎，他就是只想搞个平局。嗯，完全没有任何贪一点的想法。对，这把复盘，因为游戏刚刚你说就是有压倒性，那边又病患吃正色，我是这么觉得。哎，当时如果不挂的话，排位看多了，我是以一个排位三杀的那个要求啊，对对对对对对，看待的，你这个确实，这排位绝对会贪三杀的呀。嗯，